是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谷歌音乐大牌私房歌的时间。今天的大牌我们请到的是超人气偶像团体棒棒糖。那想知道这些大牌们啊，这六个能说会道的男生，他们私底下最喜爱的私房歌都有哪些的话呢？马上带来。Hello， 欢迎收看大牌私房歌，我们是哪里怕棒棒糖。首先呢，第一首呢就是我们的主打歌《我是传奇》。哇，这首歌厉害，它是曲风比较属于电子摇滚，算是我们棒棒糖第一次尝试的曲风哦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们最近常在听的歌啦。没错，然后我来介绍一下。是，没错，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胡彦斌最新的新歌，叫做《失业情歌》。为什么叫失业？这首歌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我蛮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叫失业情歌？然后仔细听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抒情歌，然后它歌词的内容其实蛮心酸的。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，不要对失业率低头，要加油，努力向上，加油！人生走到这里，想哭也没力气。只好假装自己还是万人迷。跟小雨一起来推荐一下，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师姐，叫做阿密特，算师妹，算师妹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他这次推出一种全摇滚专辑嘛，对对对，里面的一首抒情摇滚情歌叫做《掉了》。